哎呀！你为啥也是这姿势？你为了显得合群吗？哎呀，夜幕雪，堂姐，救我！好呀，只要你能生出这个孩子，叶小姐，他大出血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是你平时就看最喜欢看的是吗？已经有一点不好意思承认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无缘无故的恨吗？这是因为你的孩子是我的。不要脸的臭丫头，就他两个都是他女儿啊。对，不是他大伯吗？但好像是他亲生的。我有点记不太住了，看的太多了，有点看杂了。别痴心妄想了，秦少永远都不会知道你的。好紧凑啊，这个。啊，剧情这。对呀，每一集起承转合，很快迅速。对。还满意吗？没想到你看着弱不禁风，还挺有手段的嘛。你看人家台词，是不是？你不恨他吗？这是你理想的？不，这不是你理想型吗？这是你的理想型？不是不行，这是有点架空了。就那这种男的你行不？就这种霸道总裁？我当然行呀，霸道总裁你不行吗？我行啊。那不，他没有呀他。那大霸道总裁长得不行呢？他就是企业家吧。企业家了，嫉妒雪儿栽赃陷害他。这女主真挺好看啊，这小妹妹是啊，真挺有那劲儿的哈、啊。这选角，你看，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。你有说不的权利。我想写一个这种剧，你给我写呗，我给你拍，我拍。我也想拍，我给你拍，就是你写，你拍完我给其他人，我给你搞定。行吗？这事就这么定了。行以你为女主角的啊，爽文那种大爽文是吧？必须爽文，可以，一定是个爽文。樊姐，这个事儿立项了。这一共多少集啊？20。你爱看这种吗？你看过这种没有？从来没看。你看过这种小说没？也没有。你看过言情小说？看过言情小说。你看过那种贼就是极度狗血的言情小说没？没有。那你看哪种言情小说？就正常的言情小说。半生缘那种啊？那也不是吧。我们那时候不兴看这个。咋不兴呢？可兴了。啊，我帮我们同学下过，下手机里。我感觉就是同一批人，小时候看文，现在看剧。对，都一拨人。哎，你们在生活中听到别人说过来人吗？来人呢？说过呀。来人啊，你想咱东北打架了，来个人好像经常说，我领导经常说来个人把地扫了。领导说来人呐，把地扫。来人呐，把地给我扫了，这种啊。他就来个人把地扫了。秦少，你这有点用力过猛了吧。哎呀！你为啥也是这姿势？你为了显得合群吗？哎我这就哦。我平时在家不是就是非要看这种片段，我就一般就是躺在床上，你就是这样看。怎么能看进去？你别说啊，他太紧凑了。对你就是你没有松懈的机会，连说话我都怕耽误剧情。我说一句话，我就怕他错过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我刚拿到的剧本简报。哎，我明明已经看过一次，为什么还看得这么认真？这剧情紧凑，好看，好饱满啊，所有人的情绪啊，时刻。你们一